Ni hao, happy Chinese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China. Sing Young Carlo. Happy New Year. Happy Year to dogs, definitely. What?我还是不敢相信，即便是在我们一年中最重要、最喜庆的日子，种族歧视这种事情还是无法消停。今天，一位球迷粉丝私信我说，自己在看比赛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视频 ：NBA 邀请了30位球星给中国录制了一个拜年的小视频。本来呢，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暖心的。但是到了 JJ 罗迪克的时候，他却说 ：“I wish all of my Chin fans， 也就是中国老球迷。”给我私信的粉丝告诉我，当他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视频已经有了几千万的播放量，所以呢，他选择了投诉。但是投诉之后，他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复或者道歉，但是他们却悄悄地把雷迪克这一段剪掉，又重新上传了。就算退一万步说，雷迪克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用词不当，但是这个视频经过 NBA 的录制、剪辑、上传、发布，这一系列流程难道根本就没有人发现吗？也许有人会说，雷迪克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罢了。但是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4年多的人，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知道 chin 这个词的意思，而且这个词是在美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歧视意义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带有歧视意义的词，难道雷迪克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吗？而且这种歧视事件在篮球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2年，当林书豪在纽约尼克斯打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美国主流体育媒体 ESPN 的一篇报道就用了 Chin in the Armor 来作为标题，翻译过来也就是穿着盔甲的中国佬。当时这篇报道就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ESPN 呢选择了道歉，并且开除了写这篇文章的编辑。 NBA 在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中国也是 NBA 仅次于美国最大的市场，但是在我们中国人最重要最喜庆的节日里面，我们却得不到我们应有的尊重，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公平。说实在的，我很抱歉在大过年的这么喜庆的日子里面发出这样一段让我们很多中国网友伤心的视频。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声，不让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么这种事件再次发生也只是时间问题。针对亚洲人的歧视在美国一直得不到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亚洲人的群体本来就不喜欢发声。但是今天我的粉丝信任我，选择了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觉得我就有义务把它发出来让大家知道。近几年关于国外的明星球星对于中国人种族歧视的报道屡见不鲜，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过于敏感了，什么都要盖一个辱华的帽子。但是很多在美国的少数族裔维权运动告诉我们，不发声就代表不介意，尊重和平等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NBA has millions of loyal fans in China. We support our teams and we really look up to our favorite players. They are heroes for a lot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including me. But yet, during the most celebrated holidays in our culture, we still have to go through racism. I don't understand why, but this time, we need an apology. And we do not tolerate racism. 我是马克·马利，我在等待你的回复。